我是燕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这个益民商圈哦。我们以往来益民商圈呢，都是随便玩玩，夹个大娃娃。今天我们要来开战公仔台，到底益民商圈的公仔台还能不能玩？你觉得能玩吗？我觉得跳台啊。我刚刚逛了大概三四十分钟，大部分都不看了。因为很多都动口说到爆，动口说的很紧，不然就是爪子抄袭。我刚刚其实都没玩到什么牌。你可以给大家看你刚夹的东西啊，我觉得可以分享。好，分享。分享一下，我觉得有夹到一些蛮可爱的鸭鸭，超可爱的。公仔啊，然后都是刚刚自己夹的。我10块夹到了。好，不重要，不用去。现在我们要来揭秘一中街到底能公仔才能不能玩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找了三四十分钟，终于找到一台，我觉得好像还可以玩的，但是我只玩了20-30块，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玩。但是前面已经被投了200多块。欸，至少他没有什么说动口，我内心有点恐慌，然后爪子也没有到很细，内心实在恐慌。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台的问题在哪里，就是它的拍速很慢，相当的慢，内丢相当强。我觉得是天地耶，天地一点点。对啊，那我们就看能不能克服它。哎呀，我真的感觉这台有机会。主要是它拍速很奇怪，要二拍不二拍，要三拍三拍。来，这个什么奇怪的拍速，跟岁数的性格一样，难以捉摸。嗯。机会来了，把握住这一集。机会更大，上升12%。你要确定可以啊，你要确定。冰啊，你这什么鬼？我管你妖梦鬼怪，冰了。不行啊，我觉得是天地耶，真的是天地。信我一把，这把绝对让他升天。感觉是你要升天的。我要升天。第一只就卡关了，还是我其实夹旁边的就输，会不会？有可能。我为什么一直执着于这一只？我们要升天。这个太卡了，这边。这个根本录不进去了，因为它旁边卡住了。直上直下。大家肯定丢死我。不行了，我们挖洞，浪费了70块的枷锁喽。哎呦！哎，不是，他刚放下来。好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是自己要把握的。这样讲，这一波你信我，这一波出了。我已经信你很多次了。好，你再一次信我。那一夹到就会出。骗子，骗子！再信一波，反正信一波了，不差这一波了。出！骗子，你果然是骗子。这个是已经是我觉得最有机会的功能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这个一定要出，这个一定要出了。也不用开心，你夹400-500块。好，那再一个。夹娃娃的感动就是每个租货都要很开心啊。你直接把你打回去。如果觉得亏钱就不开心，那你就不配夹娃娃，你懂吗？所以我在那边摄影。懂不懂？夹了，中，为什么会中？他的毛病。中，哎，怎么有人起来了？就是你啊！起床了，马可，直接回归原位，甩了，哇，爽龙出来，斜甩，爽出来，滑出来，爽龙再出来一点，水，我觉得其实可以知道一下前面那个，因为太久进去了，而且我们不能捏得太广，我们要让它捏饱，我们知道一下，没错。
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要加右边这个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要拉长，但还是不行，感觉相当的诡异。索隆，机会来了，那个机会来了吧？索隆到手。这个也不错，还浪费我10块钱，10块钱立柱，信为马。出。没有，没出。再信为马。出。哎，前面那个再试试看。你老实哎。哟，拨回来。信又来了，顺哥。哎呀！哇，机会来了，就这样。出。我们结束，各位，现在才是战争的开始。我们1000块实测还没结束哦。看我们1000块，可以夹个至少7盒。怎么可能？还有，直接黏住。他如果去左边就会出了。左边就出了。啊！另外一种进攻路线，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拉下来。好，浪费10块。这边我们一定要把一只拉出来，因为它后面卡太多只。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哦。拉壳太重了，我的钱已经剩下100多块了，我摸起来感觉。目前3只。完了。到底有没有达成7只的目标呢？剩这些，看起来就差不多100块了。我大概只有这个有机会，其他应该都没机会了。主攻这一只，主攻这一只。拉鲁夫法完了，哎，我现在机会下降了一点，但是我上升了一点。我刚以为你会卡大杯，晕大杯。命悬一线，60块。还没结束，50块，还有机会第5只，鲁夫带走。哎呀，他靠着就有机会了，他躺下去就没了。最后10块，你有机会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有机会。时机来了，对，这个要平吧，100块，这一代的。机会来，他站着掉机会，我真老实讲，他躺着掉没机会。你看他站着的操控性就很好。哎呀！这样才有一点机会。哎呀！怕我等一下又要上头了。你已经上头了。这个机会就来了。这个有机会。气回。很老实。算了。好了，1000块4只很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三爪直接捏死，直接让他再见全雷打，给他逃过一劫。原本这里应该再多一点，好了，就这样子。这个精挑细选，我终于挑到一台觉得可以玩，1000块10，可以吧？嗯，这皮不差，对啊，不差。虽然说小亏了一点，但是娱乐费，花机就是不要觉得会赚，这种想法不对。
但是倒话一句，要挑了。我也是挑了三四十年之后，我才终于找到一台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模型。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打的话，说太多的，除非你打动，不然小心。就这样。那还想看我去打什么？可以先留告诉我。别忘记顺便订阅一下夜访频道还有碎碎频道，还有我们故事馆的频道。我们在中立有开心玩具店，在中立去做中山卖场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